唱啊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先唱一唱我们这个流行歌曲《千夫的爱》啊。待会儿我回城的时候给大家再唱一遍松下的山歌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拉片呢，其实在整个三峡啊，包括我们这些支流里面呢，它的历史已经是近千年的历史了。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，在三峡线上都还能够看到纤夫的身影。那会儿呢，是几百个纤夫拉一艘这个货船、驳船啊，从这个宜昌方向去往重庆的方向。哎，那么相信，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些师傅们，过去啊，在这个旅游没有开放之前啊，他们在这里拉纤的时候是裸体拉纤的啊。那么今天过来呢，这个裸体拉纤是看不到啊。这个也是社会的与时俱进啊，也为了这个文明起见，所以现在没有裸体拉纤了。过去为什么要裸体拉纤呢？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生活条件特别的差啊，穿的衣服不是这个棉的衣服，而是麻布的衣服。他拉纤的时候呢，师傅们都要挎在肩上的，所以很容易磨伤皮肤的，还要在这个溺水里面啊，这样逆流而上行走，又会有很大的阻力，所以他们索性都是裸体来拉船的。那么当然那会儿呢，这个地方旅游没有开放，所以没有外人进来啊。为我们划船啊。那么像可能再过个20年30年啊，等这些师傅们都退休了，可能在将来呢就会再也看不到这种拉纤了啊，就只能够通过那个歌曲里面唱的，通过一些影像资料来了解了。这个上面呢有一座吊桥啊，这个桥呢是连接我们山里的小路。叫什么干哥哎？你快松手啊，姐要往那娘家走一走。二呀个凤凰，二呀个头，二呀双眼睛黑不溜子秋。姐往哪里走啊？我拉住姐的手。姐往哪里行呀？我牵住姐的去。叫什么干哥哎？叫什么干哥？我家里来，再一遍，预备起，我家。